你帮我，不过是念及我是秋敏的佳姐，不愿我出台卖笑，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人了？？二位大人，打扰了。不是叫你别来打扰吗？听嬷嬷说，这里有两位极有谈吐的大人，言而不才，毛遂自荐，想来伺候。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想来伺候，我们这里已经有施姑娘了。啊，滚滚滚！哎，林大人，怎么能对投怀送抱的姑娘口出恶语呢？燕儿，你们请。来，林兄，你不认得燕儿姑娘，她刚来这里，只怕吹拉弹唱还没学会呢。哎，说起来，她还是你的故交之后呢。谁呀？秋怡，秋大人的长女。啊，哎，你父亲的事呢，我也有所耳闻，实在是令人嗟叹。你在这里呢，缺什么吃的、穿的，尽管跟我说。燕儿，还不快敬林大人一杯？林伯伯，我父亲跟您共事一场。你也算是我半个长辈。叫什么伯伯呀？叫哥哥，叫哥哥。哎呀，既然是你主动要来伺候，那就得把爷伺候舒服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来呀，来，多喝几杯。林大人，失陪一下啊。林大人，这光喝酒有什么趣儿啊？不如大人跟我说说修建禁院仙观的趣事。若大人说的有趣儿，燕儿自会陪大人同饮。那有何难？嗯，我说一句，你喝一杯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哎呀，圣上的仙观，那说起来讲究可大，光是大殿的原木就得是云贵山里上好的金丝楠。如此贵重的木材，京城哪家老板提供的？胡！哎，我说了好几句了，你也得多喝几杯呀。啊，是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你说你舞什么舞呀？来来来来啊，来！哎哎哎哎哎，来！梁大人，我俩是同僚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你这一下来就动手，哎！这轮不到你说话。行，林大人，确实是我包下的女人，我倒想问你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丫头主动要来伺候，是她自己犯贱，关我什么事？梁大人。你也来此地消遣？杨大人，的确是秋烟姑娘主动前来，教坊司女子嘛，都是三心二意，何必为了这点小事儿伤了同僚和气？杨大人，的确是我。跟我来。哎，不是，梁大人，哎呀，梁大人，您，林大人，您消消气儿，我来伺候您。还是小小懂事啊。梁毅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是我的人，以后别拿人亲近我，难道我就不能生气吗？你帮我，不过是念及我是秋敏的佳姐，不愿我出台卖笑，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人了？谁说我帮你，就是为了秋敏。这么说，梁大人对我是一片痴心。那我知道了，还请梁大人不要生言儿的气了。
演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走了。刚才吃素生鸡的样子真还挺像的，连我都有一瞬间被吓到了。怎么了？刚才生气不全都是假的？你真觉得梁一方才是演给我们看的？我原本以为梁毅是对秋敏爱屋及乌，可方才他对秋烟的紧张关切分明是动了真心。他瞒得了别人，却瞒不过我。那他为何要求娶秋敏呢？秋明是嫡女，政治联姻，嫡女比庶女更重要。但一个人动情却是不分嫡庶的。现在看来，回想起梁毅之前的种种形状，看似无情，却处处维护了邱家女眷。他应该是冲着邱燕去的。上次你说横竖出不了家房寺，你必须为自己打算，不可一辈子做下人，宁可出来待客。好，我包你，银子花费一分不会少。足够让你和邱家女眷在椒坊寺衣食无忧。我就是想问你，你刚才为什么要去陪林长之和元老？我就奇怪了，我做什么跟梁大人有何干系？大人要如此管教我？因为你是秋明姐姐，行不行？再说了，你明知道他们二人是害你家的元凶，你还陪他们喝酒，你恶不恶心？我恶心，我当然恶心。正是因为他们是陷害我父亲的元凶，我才陪着他们喝酒唱曲儿。是想从林长之身上逃出你父亲的事情。正是，若不是梁大人赶过来胡搅蛮缠一通，我已经快问出来了。幼稚，他是出了名的老狐狸，你以为你玩得过他吗？你给他使美人计，他就有本事把你搅得渣子都不剩。那我还能怎么办？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这里吃喝玩乐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安安心心地靠着梁大人在教坊司当一辈子的金丝雀。我和你说过，你父亲的事情我不会不管。可是你私自行动，你知道会有多危险吗？你何时说了你会管？昨天你醉酒之后。昨日醉酒。我连我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不记得，我哪还记得你说的什么？那你还记不记得昨儿你说你恨我？这是指着你父亲杀人胡乱华儿的口供。这林昌之担心胡万被劈柴树抓走，一股脑将秋怡的事儿全部撂给梁毅，可您为何看起来毫不担心啊？我要的就是胡万将此事全告诉梁毅，最好还签字画押。啊？邱家的案子，我是专门上奏圣上，请圣上做的裁决。若梁毅以胡万的口供为凭为邱家翻案，打的可不光是我元朗的脸。